是我唱一个恶作剧之吻，你有看过吗？看过。好，我就唱那个歌。嗯，我才发现你很耀眼，让我再瞧瞧。气息不稳定啊，这个声音有点白，有点干。我才发现要用气息包裹着声音送出来。我才发现要送气，肚子要用力。嘿。嘿、hey, ，对，我才发现那个才字是重音字。我才发现，对，你很耀眼，请让我再瞧瞧你的双眼。连贯一点，请让我再瞧瞧瞧瞧，真假声转换啊，瞧瞧，对，学驴叫。请让我再瞧瞧你的双眼。没有人了解，没位置挂住，嗯，发一个嗯，往鼻腔送，对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对，走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，给一个重音，和陌生人的爱恋，走，我想会开始想，哎，怎么这个发声又掉下来了？我想会一直保持我们鼻腔的位置，这一整句到响子都是用假声去唱。嗯，我想我会开始想，把下肢抬起来，走。我想会开始想念你，对，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错觉。我怀疑，怀疑，给一个重音。这奇遇，奇字给一个重音。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错觉。对，屏幕前的你学会了没有？还有想学的歌曲，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告诉老师，下期给你出教学哦。